本人现在就是那个啊，疫苗战士，8.2哦，8.2啦。那我不敢混打音。谁还没进来？是谁？是谁？没有来，举手啊！你怎么还没死？都忘记了。FB 要再按一次哦 ，FB 的各位。YT 也要再按一次。FB 要再按一次哦。为什么 YT 按什么按一次？关台哦。那为什么每次都开启？你可以按关台。你关台了，关台。你可以按关台了。可以右手对，以前就有自动开启喽。你没有吧？八点啦，八点啦，八点了。啊，耶耶！没听到。你就刀他吧，小雨。掉下去了。我上次救你耶。今天哇，麦块狼人杀，我们必须要全体给作者一个 respect。哎呦，怎么了？他下来了，全部掉下去，全员以摔下去给他 respect。哎呦，感谢作者，赞叹作者，我们的地图有老图新丸哦，老图新丸，好多，之前他过来了，哇，持续的敲碗，哇，终于来了。因为上次说如果作者再不这样的话 ，BO BO 就要去你家，然后作者马上更新，哇。我跟你讲，我会顺着网路线爬过去。感谢作者，然后网路线爬，有一点可怕，很恐怖，很恐怖。我们今天就慢慢的依序去来体验一下，好不好？好多度假村，那就是记得是可以游泳的那个，有河豚会毒死人。好玩的，好玩的度假村。没关系，你们没玩过的就看看啊，反正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久没玩了，都算新的了，很久没玩了，都算新图、嗯。那今天呢，我们也来玩一些不同的。好喂，有一个新的怨灵叫做古惑师，古惑师，我是古惑仔，没错，他呢，古惑仔，我是古惑仔，我哇，好屌哦，他呢跟。普通怨灵一样，就是一样可以，就是被动无敌嘛。然后你可以主动的让自己隐形或不隐形。那它比较特别的一点呢，就是它如果被预言家查到升天的话，那预言家接下来就没办法用技能了。哈哈哈哈哈！都说这是一种死亡诅咒啊，好恐怖哦，好夸张哦，好可怕哦。你敢超度我，那就让你没有能力，好不好？那你没有强哎、欸，好哎、欸嗯，那也增加一个好人方，叫做守卫。守卫是这样子，他施展技能的话，他的自己附近八格内的玩家会无敌跟隐形五秒。嗯哦，那如果那个预言家被蛊惑，就是你没办法用技能的话，你就可以请守卫帮你给解除。守卫救救我、哦！对，所以守卫不仅是可以保护大家，还可以保护，就是帮预言家解蛊。解蛊，太棒了！我懂了，一个是下降头的，一个是解降头的。哎、欸，对对，一下一解，这么多吗？突然觉得很有民俗的感觉哦。那我们就一样 哦，狼人方就是三个黑狼王，看看，毕竟呢，我们好人方。哦对，女巫啊，猎、哦、人 啊，都可以反制的，好不好？都很凶的啊，没有骑士哦，也没有掘墓，那些比较混乱的、比较强的就先没有，哦、那就是守卫、哦。那村民有一个，预、哦、言家有两个，对，所以你就算守卫倒了，好吧？你预言家被蛊惑了，还是可以传到下一个，还是可以传到下一个，不是见习的吧？哦、不是见习的吧？见习吗？对啊，第二个是见习的，但见习也有无敌技能。哦、OK。好的，没问题吧？嗯 ，OK， 平票也会有一个人出局哦。好的，剩下三人了。啊，那个图编是有没有改？有，都改了。好，都改了 ，OK。哦，好冷哦！真的，今天超冷。今天真的超冷。弄一种不见的，今天超冷的。你们冷了有了你的网络没问题吗？好恐怖！你还好吗？不是，
每次玩麦快狼人杀都会这样子哎、欸，好可好恐怖、哦！不是玻璃花，就是被下降头了，白痴！要小心哎、欸，很恐怖哎、欸，小心、哦！小心这个下降头的、啊、古惑师，那就来喽！好，三二一，走走走！啊！啊！很漂亮，尽情的游泳哦！这是极限了，你们要小心河豚哦！墙壁还可以爬吗？小心河豚哦！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然后有那个压力板一样，有那个跳跃提升。嗯，哦，哦，藤蔓改，哎，对耶！哦，久了都跑酷就跑了，跑酷在哪都忘了。现在跑酷在哪都忘了。要修哦，这边有人呐、啊，哎呦！哦哦哦，这边迪叔来跑酷了，迪叔、啊、跳板，对对对，迪叔跑跳跳，好久没有跳跳板了。对啊，哎呀，鹦鹉姐好可爱哦，没跳到，完了，米菲四郎，啊，有米菲四郎吗？对对对，过一半就可以跳过了，是啊，跳过白天，噔噔噔噔噔噔，靠近我会让他直接死哦。哦，你是个狼，好凶，你好凶，跳跃提升哦，所以狼跑酷是很强的哦。嗯，对耶。哎，所以他那个白天限行五秒钟还是会在吗？有有有，都已经更新了。好好，所以白天会先隐形，不用担心。哎呀，哭啊！诺英拿钓竿吓他，说你有枪。好好好，拿药丢他，拿药丢他，你不要紧张，丢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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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有人 biang biang 了，是吗？ biang biang， 哎呦哎呦，哇、哦，对，诺英死了，但是波波四郎诺英砍杀猎人，没关系，下次打 biu biu， 没事，我也锁定诺英的头了，哈哈哈，互相发发发发，有一只狼上去了，发发 biang biang， 我有看到他，可是我不知道是谁，等他等他，他是谁？五秒，你们加油，你们加油！可是游泳那个谁啊？看那个人是谁？谁？杰克，杰克，杰克！不是，我不是。迪叔，迪叔是迪叔，是迪叔，是迪叔。哪里啊？迪叔，迪叔，这个场地超大，是谁？完全什么都没看到。迪叔，迪叔，发法不是发法，我保的，发法我保的。发法好，发法好。你说我跟那个发发还有那个繁星之狼啊？对，来来来，你当我们三个。你票你票不行吗？三狼啊，你三狼票你不行吗？三狼，我三狼。你们是真的太狠了！你要你要撒娇，你要撒娇，你要撒娇。撒娇就输了，不撒娇就输了。我死了，闭嘴啦！我迪叔哦，波波哦。好坏哎哎哎！耶嘿嘿嘿！哎耶耶耶！我们枪真的哎，为什么没上过？这里可以直接打哦，你们那边好嗨哦！哎，这蛮好听的哦！啊，你怎么？你怎么？你怎么？太可恶了！我们打的杰克吧？我都你去死啦！等一下！太惨了。我靠！摄影机拍摄好了，你加油！这个是什么画面呢？哎，繁星，你不能来吗？繁星，你我会怕吗？繁星，繁星消失了。我是棋，我是守卫。哦，好像很厉害。杰克，我刚想要叫团团，团团唱歌。四秒钟，五秒。请问战场到底在哪里啊？我都没看海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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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不是杰克，杰克，杰克在哪？杰克啊，杰克，你不是杰克？杰克在哪？绝对不是我，绝对不是我。等一下，他最后一狼嘞，最后一狼嘞。他说我不是，我不是最后一狼。来了，石头布迪输两狼了，所以他最后一狼了。这里，这里不是有怨灵吗？那个，所以他这一狼不能票啊，我们要还有怨灵呢。有人想票我？那哎，有就要结束喽。米菲，米菲，你是白痴啊！我了，游戏结束喽。没有，米菲出局，米菲出局。哦，米菲出局。米菲出局。不是啊。为什么？
不是啊，看不懂，没有剩一郎了，剩一郎了。剩一个狼啊，可是我们怨灵啊，怨灵怨灵方的还有还活着啊，肯定是对啊。然后敌数是你们说的啊，所以就两狼啊。不救你们？哎，没事没事没事。小雨 ，no， 哦，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小雨，没事了没事了，可以逃了可以逃了。小雨，你好惨哦，你最后还是被编了。真的，我都一直躲起来，我好不容易好好的躲着了。没有哎、欸，我不能打你啊！没有哎、欸，你不要啊！你不要这样对繁星。繁星那边藤蔓可以在往上。怨灵，我看看。哦，可以这么高、哦。现在的藤，没有，因为现在藤蔓可以爬。怨灵已经超度了，土之喵，看一下 tab， 不是对话吗？看一下 tab。看一下 tab。好高哦。哎哎哎！还在水，还在水里，还在水里。哦，我跟着你，我跟着你，我跟着你，你是我大哥。走走走走走。他站在雨里。杰克，杰克，我不见了，我不见了。别再游了，你是不是往这里啊？不见了。我还没看到，他一定在这附近。我走了。我觉得是那个水的角落吧。我去那边看看。我是一只淹水狼。淹水。淹自己宝可梦吗？你是淹水的，你是不是看到杰克通信他？淹死的宝可梦。杰克蛮强的哎、欸，他在这里蛮强的。杰克，你的手很痛，杰克你的手很痛，杰克你的手很痛。吃鸡了，吃鸡了，我很吃鸡呢。哇！太过分了，太无情了。反向浪费、欸，在哪里？我看到他往这里拍个反杀，哎，真的假的？我猜错了，我没有发瓜，我好想要发瓜。哎呦，你有那个可以看啊，不是吗？可以看啊。你给我血鸡不是吗？你有血鸡啊？血鸡，我血鸡吗？你有无线电，有粒子效果不是吗？无线效果，粒子效果吗？你知道我上一次没有完全没有当过狼过。哦，粒子效果，粒子效果。所以你现在要学啊？对啊，我在学了，我在学了，可是我死定了。他在我下面，他在我下面。为什么会出现唱歌啊？是什么东西？对啊，我也是。他一直卡着，他一直没有他这个状态那边会有唱歌。杰克，好了啦，好了啦。直接跳上来的吗？我很害怕。杰克，你在哪里？他又跳海，他又跳海，他又跳海，又跳海，他又跑了，又跑了。下海了。下海了。下海了，下海了，下海了。太无情了，太无情了，太无情了。他在后面，他在后面那个小岛上。心酸画面流出，有，两点之间，直线，冲啊！我先跳过，他跳过了，哇哇哇，来得及吗？好像来得及，哎、欸，他爬，不要不要你回来，你确定吗？你确定吗？要确定，我确定一下，你要确定，我不确定，我不确定，我不确定了。要我测量，确定一下。土司喵，你要来啊？我们要在这附近才有办法弄他。我好远哦，我。你刚刚一直都不在啊，你当然远。有内鬼，有内鬼，有内鬼。内鬼啊！你应该没有游比较快吧？没有没有，游泳都一样的。游泳游泳应该一样吧？游超快，他只有跑步比较快。如果要以游泳来说，应该是要人鱼。哦，河豚咬他！河豚咬他！河豚！河豚咬他，还有腰带。河豚咬他左手。咬他左手。左手。咬他左手。咬他右手，他是那个。哎，那个死掉不能讲哦。咬河豚咬他。死掉不能透露哦。哎呦，我附近有河豚保护我哦。哎，你咬你是被毒死，你在偷血，你被偷打一秒了，你不知道吗？没事没事，哎，他想借由那个狼。哦，谁咬我？我靠，哭啊！很坏，他很坏。哇，好强哦！那你跳那么高哦？哎，不是说第几天的话没杀死会那个吗？对，压力板跳高高。哎呦，土司喵你要来啊！土司喵，他在我旁边，他在我旁边。我杰克嘞，你怎么都在？哎，杰克真的很强哎，他很厉害。你在上面吗？没看到啊。老地图了，上面没有。老地图了。海里，角落，
哇，又在对面，又在对面，太无情了，我的天，好强哦，哇，又一个狠狠的减十五秒，太狠了。太狠了！你要你要玩了吗？来不及了，可惜了。慢一点。哎，他去哪里？哎，为什么？是啊，为什么？哎，这究竟会不会是一种轮回呢？好累哦，何尝不是种解脱？哎，敲敲敲敲敲敲敲！全体铁臀悠悠。真的，应该大家游快一点。喵。喵快跑不要回头，喵不要回头，喵你游泳会比较好，喵你不要吃鹿丁草，你去游泳，你去游泳，喵你要怎么游泳，你要去游泳比较好，哇哇哇，哦哦哦哦，哎呀好像可以，你不要停下来，你不要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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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极限吗？你是不是你还有极限，你还有极限，不要忘了。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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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这是第一届游泳大赛。哦，对，你没有第一届游泳大赛。第一届游泳大赛。你没有进的，你能说吗？回头回头，怎么跑的？回头回头，哎，回头回头，哎，天哪，天哪，天哪！没有，不对不对不对，怪怪的，怪怪的。对，对耶，对耶，不是我，这是我，这是我。刺激的，刺激的。完了，就是运气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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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气！他回来，他回来，他回来，他回来！耶！哦，好久，我呛那个吐司喵，然后我想，那跳一下巧克力好了。不行，吐司喵太糟糕了。吐司喵是预言家，我是见习的啊，你不能用这个，你要说啊，繁星是守卫，他可以解你的蛊。对啊。你要讲啊！对，要查到我。对，我想说奇怪，你怎么还没用？就忘了你被蛊了。被蛊了。奇怪，那你自己查，你怎么不记得？怨灵还没走。你们蛊跟怨灵不一样，我想说。刚刚就有讲，刚有讲，一样一样的，都是同一个阵灵，就是就是就是。哎，我记耶。啊，记一下，记一下。那等一下就都给那个海豚悠悠的状态。好，至少这样在水里大家都更快速，那这样子应该也不太一样了。太棒了，棒了！游泳，没错，让大家都可以游得快，测试一下哦。好，好，好，绕背会。哇，杰克刚刚就是各种绕背，超棒的，他超狠的。打侧脑，打侧脑，对啊，打侧脑，打侧脑。有海豚悠悠，他应该都一样吧？嗯。那再来咯，好，好，三二一，游起来！怎么又是？就给，一开始就给，又是守卫，好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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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哇，好爽，好快哦！哎，完全不一样哎，完全不一样的游戏，好爽，好爽！这是游泳，这是游泳的 meta 了吗？游泳的 meta 了，游泳的 meta。啊，换 meta 了是不是？这是可以冲冲冲冲，这样感觉狼很强喽，因为这个游的超快哦。这个狼，这个觉得被这个人也很快。哎，我想到之前那个啊，人法就是这个这一张不是很好笑吗？很猖狂啊！这怎么跳啊？跳什么踩压力板？跳哦，小朋友。对啊，我小朋友。人文家今年方缩影，我等下票他，我等下选谁？哇，票了，尊重 respect 你哦，你尊重你，你就是那个水母有没有？因为叫大海，压低啊，龟缸嘞，无洗晒吼，无弯无修，无弯无修啦。他这次跑过，我觉得还 OK 啦，因为他终点那边是可以直接爬树上来。你高，你可以直接爬树。我已经没攻了啊！啊，狼人又有那个跳跃本身，所以狼也很那个，可以查一下小雨哦。啊，我在这里。我差点用错。哇，就是因为你在那边，我觉得。有人在搞，有人在搞，有，是我毒了米菲，我毒了米菲，一个狼了。哎，我一个神奇换位，我好强哦。
你附近这么的宽阔，你就在那边穿装，但是不堵你堵谁？我在研究，欸、原来他不会隐形、啊。哎、欸，你说怪怪的。不是不是不是，你当了几次狼？你不要穿装就是不会变薄、啊。你当了几次狼了？你当了几次狼？对啊。本来就会隐形吗？为什么他没有隐形？谁会隐形？有啊，你有隐形啊！我是读了你，所以我知道是你啊！啊，你穿着装啊，大姐，大姐，你着装了，大姐，穿装啊，你自己穿装一样。为什么谁穿这种衣服了？鸡母呀，鸡母呀，我穿衣服的，应该是无洗衫吧？有无弯抹球的？是无洗衫，我应该是无洗衫啦。无洗衫，你们那边很多人哦。温他是每天那个效果是都消、啊，对，他会洗掉一轮。对，你挖命金，又要再给，我再给啊！好毒，好毒，好毒！这次是给一有差吗？都很快，都一样。其实都很蛮快，都一样，很快了，有就很快了。我怎么变复读机了？我在干嘛？复读机，浪漫什么玩具啦？关你是坏人啊！我不是啊。那边怎么上去啊？哪边啊？有咯，干嘛你想上来刀人是不是？我是领剑呢、欸。哦，那就是你刚刚让我们很混乱，是啊，对啊，就你，就我，是你让我们乱混。哦，我好像不知道你那边怎么去了。我这边怎么去？我不知道啊。啊，我们那边有跑酷点吗？这里最好酷啊！这里好棒，没人会看得。其实可以从终点过来，因为终点那边很简单，它就只是法藤蔓而已。啊，快跑！哎呀，我帮你管住。天地呀！忍者到底是？这忍者，我等下票了，等下吗？可以送他离开，他是忍者怪怪。可以可以可以。臭哦！臭哦！天地呀！当时是摩西塞啦。那应该是摩西塞哦。遗书是什么？遗书我觉得有人在臭啦。哎呦！他是演的那个谁？查一下，是不是诺伊？诺伊很安静哦。没有，诺伊在树上都没动。诺伊没动，诺伊没动。他在观光这一切吗？观光脚底下有一个。脚底下，我刚脚底下吗？下骨，我是没看到孟娜跟吐司喵啦，吐司喵跟孟娜吧。我刚刚跟吐司喵耶，啊，所以是女人是狼啊，不是鬼，两个是狼吧？双狼啊，双狼出击，双狼出击，没有啦，两只狼瑟瑟发抖，不可以瑟瑟，起始点，起始点，起始点，吐司喵票了啦，起始点。哪里？票他吗？然后我会跑掉。票啊！最上票谁？票票谁？我票王俊彤。票什么票？好难。因为你拍不出身份。我好不容易出身了。哇！怎么？我刚刚很开心啊，他票成功啊。我好不容易跳上来，你这个人。原来你的 O 是这个哦，什么鬼？我能唱好的、欸、不是啊，没有，你死了不能说，我们只能自己盘。有还有猎人吗？有人是猎人吗？我是猎人。他不是猎人，他是狼人。他是狼人。查他。杰克也怪怪的。查他。杰克也很怪、欸。迪叔是预言家。查他。我是啊。啊，你查了没？怪怪，前面查了。查他了。小雨跟那个。你确定怨灵出去了吗？你确定怨灵出去了吗？你快跑！你快跑！你快跑！迪叔跑！就是他，就是他！你手上不要拿东西，手上不要拿东西，他看到你。无敌！你还有无敌？有，你还有无敌吗？天啊地呀！天啊地呀！出击！在哪里呀？海上。他刚才后面在哪里？悠悠很快，所以。烦死了！你知道杰克在这，杰克，你上去了，你在上面，山上的孩子，有我来了，没有要穿裤子，没有穿，你真的好帅，山上的孩子，不行，这很难跑哎。有吗？短，好短，也
怨灵还在哦。不是，你知道，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最后一档是杰克吗？因为杰克第一晚其实就砍我倒你啊。然后我那个时候呢就想说啊，那个他倒我，我要假装死掉，我就按隐形。我觉得你演得很好，你演得很好，你演得很好。然后杰克那个时候就啊。我刚想说，怎么又看到团团？我是不是眼花了？对，而且因为杰克也跳那个猎人，然后我就想说，孟娜应该才是真的猎人，因为没有其他猎人说话。但其实是孟娜把土司喵猎人给枪了，把他弄掉。对啊，为什么怎么推？天啊！哎呦，团团，你怎么跟黑狼王？黑狼王啊！黑狼王，黑狼王，黑狼王，对。你看，你们不都不三思一下？那你这还没没有我被我三思啊！我没有想到他直接枪走猎人啊！我太神啦！太神啦！好猛好猛！再来喽！三二一！噔噔噔噔噔！我突然觉得有悠悠也很可怕。嗯，白天的时候抢脚了，对，就变成白天的时候你狼其实反而比较勇，完全不能反击。而且你看我其实用，他全部人都追过来了。这样我这样游也很快，用走的就蛮快，用走的就很快，走的就很快，用游的。等一下，河豚有病哦！啊，对不起，米飞，哎呦，凶啊！米飞，河豚，米飞，好好笑。我真的不知道，那到底是要穿衣服还是不要穿衣服啊？要穿要穿、啊，看你自己选择啊！你要怎么管衣服？我们怎么？你要不穿衣服杀人也可以啦。对啊，你要刀人就穿刀啊。对，他是晚上就看得到人长什么样子吗？还是什么？你是公虾小？没公虾小。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讲了什么？你在说什么？你说了什么？至于这怎样，就晚上大家都一样，那你狼人只是多了技能，你可以去穿装啊。那穿装人家就不会知道你是谁啊。哦，你穿起来只有盔甲，可是你穿的那个时候被人家看到。好快哦！你确定？你确定？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是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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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刚在跑，他在跑酷点，巧克力是狼。又我又我，一定你啊，躲不你自己嘛，一定肯定不是我啊！哎，赢那么多了，你要跟我同盟啊，我们自己人啊，啊，自己人啊，自己人啊，人法，哎，这个人法在乱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的人法很臭吧？哦，你是有勇气的，亚弟呀。亚弟呀，亚弟呀，亚弟呀！勇气只能一发，他只有一发，勇气五秒，有五秒，哇！哦，那个起始点，起始点有一个，起始点，我把他拉回起始点了。对，起始点都有一个狼。守卫是谁啊？守卫还活着？哦，是阿喵吗？不是，我是预言家。阿喵被那个了啦。其实巧克力啊，没有，你要晚上的时候，守卫用那个技能，然后你就可以解。所以我是你要靠近晚上，你要靠近守卫。太白痴了吧，这里！这里啦，这里啦，这里啦，这里啦！哎呦！他们进不来，我卡门了，你怪我卡门了，我卡门了，好狠，好狠！我们是卡门呐！笑死了！怎么了？其他狼伙伴一起跳过嘛？需要大叫哦！对，那个，你还是先不要靠近好了。这里其实很危险，不用害怕，不用害，你过来啦！谁？怎么了？怎么了？你过来！你过来！他守卫啦！你又看错了，我在那边找我。那你为什么不说？我自然。土司喵，你现在有技能可以用了吗？我想死场上好乱。可能下一天吧。不是，只剩我一个男的，我好怕。对你，对耶，做女的，你不要怕。小，我可以复活小雨吗？优一。你把小雨复活，我是死人。繁星，你真的确定你是男的吗？
我看一下，都是女的吗？我低头，我低头看一下，都是女的啊，没问题啊，都是女的。这谁啊？那土司喵，你看你下一天有没有技能？你可以说一下。小妖气死，好像没有那个悠悠了、欸。啊，对对对对对，因为还有手动，要提醒一下。波波老人痴呆。啊？都波波的锅。那我看一下哦。你呗？吃点鱼油啊。要。你是不是坏人？不是。那你是什么职业？我是村民。那是他了，那就是他了，那就是他了。你在哪里？我都没看到你耶。不要看我啦。我也不想看你啦。你不要过来。那我晚上也不想看到你哦、喔。我这里是。你不要出来哦，晚上很恐怖哦。草丛会有宝可梦哦。所以结果隔天预言家就可以复活了。哦，所以要隔天。隔天。那他上山的他爬不到头，他不会。啊！怎么又是缓？怎么又是缓？他不会跑酷了，他不会跑酷了，他变白痴了，他变白痴了，他不会跑酷了。这个场景很恐怖哎，这个出征大队好强，怪怪的。这是反的，这是反，真的是反的哎。哎，无情哪里呀？找一下啊，找一下啊，大家。那边，另外一边。优异呀，不是优异啊，叫错了啦，逃避呀，逃避啦，优异，你好像很不会游泳哎，优异，优异，这个是大西瓜，懂吗？这个是水上大西瓜，切大西瓜，碎，跳过白天，跳过。小黑子，我刚刚其实很不想当狼，因为我不熟的地图，我不知道哪里可以躲，哪里可以换装，然后我就一直摇头。就是白天狼都是一样啊，你白天跟着人，那你晚上可以直接把刀了，就可以直接刀掉了。啊，你运气不要跟我一样哈，一刀都掉了。哎，不要跟我一样都可以了，一转头一个熊猫头，直接把它开枪带走。无情毙命！哦，死掉前一句话是你确定哦？你确定哦？你确定哦？我不要当狼了。还有一个哦，在那边跑酷直接抓到。我早就已经在远方看到了，很多过去，哎呀，手起刀落，一个包包，两个包包，哎。来，那我们接下来换个地图咯。啊，这个我有点小小的忘记了，威尼斯小镇。哦，我真的有点忘了。威尼斯。玩乐就知道。威尼斯不是很多水吗？好。也是应该很多水，水城。就完全没玩过，有没有？可是没印象。在沙漠。其实是新土啦。就对，完全没玩过。亚特兰提斯的我是有印象的。哦，对，亚特兰提斯有印象。亚特兰威尼斯。再增加一个丘比特。好。丘比特。预言家少一个喽，预言家又只有一只。没错。那就多了丘比特，丘比特还记得吧？可以让两个人结伴。丘比特。没有时间限制，对不对？没有，就是你。你可以那个啊，随时第二天、第三天再用也都可以。哦，那如果你把两个狼 CP 的话，你自己也会变成狼阵营方的阵营。对，就你虽然也是丘比特，你没有刀，你只是变成他们的阵营，要替他们获胜。没错。那就来喽，三二一，威尼斯是哪里？哎呦喂，好亮哦！介绍哦，有点像了。下船哦！哎，我没玩过哎。哎，可以直接开抓啊！
之前有一个大虾的图，大虾对啊，他是不是有更新过啊？为什么没有传？没有，就是大虾，那要传。我们都把荷叶大虾，把荷叶这，我觉得很容易死掉哎、欸。这有好的点吗？有很多地方可以躲，真的，相信我，相信我。蛮对，他很多房子都可以躲。对，然后以前还可以跳出去，对，跑到地图外面去，跳出去，现在可以跳出去。我以前那现在应该不行吧？你要跑去抓泄密了、哦？泄密了？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出去可能就回不来的点了。你去冲浪？那不要，那不要，那不要。你是认真出去的那一种、哦？认真出去，认真出去。那我们今这百天先不跳过啊，等大家多多看。好啊，好。哎，这边要出事了吗？这边死人了吗？感觉真的有不同的路哦，完全不知道路在哪里啊！狼人记得你有那个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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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去侦查，不是？你看我、哦，我用技能给你看哦。哎，你们狼人记得？那你是不是鬼？狼人记得什么啊？繁星，狼人记得什么？要记得用无线电。我刚刚想讲这个，无线电。八，你怎么不见了？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哎，活着一个都没少，一个都没少。娘的呀！不是鬼呀！他不是鬼，他不是鬼。他，哎、欸。谁是女巫？他为什么被团？哦，团团，谁是女巫？诺英是女巫，诺英是女巫，好，小雨，对，少一郎了，少一郎，哎，团狼死了，但团狼枪小雨，小雨好惨，尤以，你刚杀我，你怎么了？我不要当，他怎么转角遇到你了？他跑到哪？是什么？来当屋子里，橘色屋子里，我在看他心房。繁星房，我遇到你，哎呦！啊，怎么上升？上升！爸爸，我这么相信你。跳过。It's me。那先解散吧，那先解散吧。解散。哎，快点吧！团团，你为什么称小雨？团团。去干嘛？我不小心点到啦。太扯了！你有内鬼呀！现在是什么情况？啊，真的多扯啊！而且迪叔刚刚都没讲话，对我还是重创外。哈哈哈哈哈！迪叔很错愕，我还想说有可能小雨是那个什么沃斯。那个谁能想得到？我想说，我要赶快看到诺伊，我赶快改举他，然后结果就被堵了，可恶！哈哈哈哈哈！好比啊！你知道，我以为刚刚你们两个是恋人，你知道吗？我不敢讲话。你知道你的操作好骚啊！我也没有被真的被人带走，结果我被队友带走。送你小雨满头问他，哎，你这团团多少钱？对啊，我想说我去砍米菲，我好歹也是被米菲那个抢走，就怎么是团团带走了？结果哎，怎么是团团帮我？太便宜了，上一轮的报酬啊！原来是这样，你也是会员。哈哈哈哈哈！第一天不跳过哦。好。太快了。喂！我已经不知道到底是我怪怪的，还是今天，还是今天大家都怪怪的呢？还是我怪怪的？你觉得大家都怪的时候，肯定是你怪啊！是你怪，对，怪啦，是我的问题吧？狼枪狼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讲一下，狼枪狼很正常哦。你要想一下呢，哦，桌子可以空哎，好酷哦！好笑，为什么空？打一是吗？通吗？通，互他们都是互通的哦，互通，很多都是楼上是连在一起。没有，那屋子可以空，空屋要进驻了是不是？要收房租哦，要收房租了。这里是七七八租婆哪里呀？八租婆，所以杰洛老婆，我被唠到有点晕哎。你干嘛你是不是让我捧死就是杰克？不是，我刚刚
我从最左边那个房间绕到最右边。我就是怕你，我离开。我也离开了，我也很怕你。拉长耳朵，提高警觉，身体细胞全变戒备。真的，各位快跑啊！真的可以跑出地图外啊！你不要再跳了，你不要再跳了，不行。我知道，我知道。迪叔什么？迪叔？我村民啊。你嗯？哇！小雨，小雨，小雨，怪怪又。哎，我还没，我还没，太危险！你还没，你还没，你还没，他怎么已经死一半了啊？这个晚上，这边可以点，是杰克啊？我不是啊，我是跑哎、欸，我刚才从一个狼的手中下而已、欸，所以你是那个可怜人吗？对啊，我是可怜人啊。那你要想一下哦，这位哥哥记不记啊？哎呦，记不记啊？你还收一个呢？咱应该是无玩无想啊吼。是因为我刚找了一个可怜人帮我代罪一下，所以应该是杰克。你干嘛？看到就是你是狼，我不是狼啊？为什么？你是包包。我是猎人哦，我瞄准你的头了，你要想一下、啊。我是猎人，我才是猎人，你不要骗。我觉得波波有鬼哎、欸，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先想一下，我先跳着想一下。你是不是？那我打你，你带他走就好。他打我？你好像不错哎、欸，不要不要。迪叔打他，迪叔打他，快去。等一下，打他。有没有两个意思啊？没差吧？因为。那可能你如果不是的话，你这样带不走他，那姐妍姐没事。对，那也没事啦，对不对？对啊。BO 离开。啊，是结果我是那个、哦。BO 举枪团团。你怎么说？都是举团团啊。大家怎么都乱举枪啊？今天。啊、说谎的人要退一千分真哦。我看错 T 了，原来是 T T U A N T U A N 不是 T O B I 啊。没有，你现在怎么了？你死了，你死了。对不起，对不起。安静哦。除非他们有端出通明板，通明板，你就可以对他吃拿一个这个板子在你那边讲。对 ，ENF，ENF， 五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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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对，是谁啊？这以为是狼嘞、欸？对啊，缓速，今天是缓速加倍中啊！不是，那狼叔也是好啊，因为狼本身有加速。怎么样？你是狼吗？我不是。这个是谁啊？我刚刚看了，你好像绕过一个狼哦。可是杰克是那个怨灵。我是觉得不是啦。读书，对，就是你的错。我是歌手。读书，可是前面有个杰克，我那个胡子跳出来。你要想，还有猎人哦。你要想，杰克是怨灵。你要想，还有猎人哦。啊，猎人不是死完了吗？死了。哦，死了吗？猎人死完了，殉情了，殉情就是 CP 倒。你不是投我，你们让怨灵赢。啊，可是你刚想杀我哎、欸。对啊，我刚还帮小雨扛一刀。哎，哇，你看游戏还在继续哎、欸，为什么啊？哇，为什么呢？哇，我不知道怎么了，这世界怎么了？死人只能闭嘴啊！我们除非拿出通灵板啊，我们就可以。没有通灵板，我们就可以直接讲。你今年几岁？十八。自肥。没有，他可能是188岁啊。188。因为他不会动啊，188。八八，那要绕走再绕回来吧。对啊，你笑太开心了。我觉得画面好笑，这画面确实蛮有趣的。好好听。不是，就还有一个人。对啊，没事吧？没事吧？奇怪，怎么这样子呢？那谁？活着可以多对话啊！对啊，发光，欸、那个发光的，那一个，在房子，蓝色房子里面的，蓝色房子里面，米菲啦，一定是米菲啦。哦，那我看一下，这栋二楼，他下去了。哪里？哎、欸，没有哎、欸，他去哪里了？嘿嘿，二楼我没看到，他跑走了，对不对？
没有吧？对，躲起来。录音网络还好吗？录音你还好吗？嗯，可以吗？没事。哎呀，所以院里已经出去了吗？你自己看。去了。我的。好。游戏很好玩啊，对不对？看你们在哪里。太好玩了，太好玩。躲猫猫。我要再去躲起来。反正你不刀人，我就一直在干扰你啊，对不对？哎、欸，有说几天会获胜吗？没有吧？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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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好像没有，啊、是没有。那我们可以制定啊，可能第五天或第六天就全员发光。嗯，哦，随机死一个人，再去死一个就随机死，随时随机死一个人，那也是很嗨呢，真的呢。那找小老鼠，喂，我错看一下。画面很乱，画面很乱。我哈哈哈哈！哎呀，我哈哈哈哈！我哈哈哈哈！我哈哈哈哈！我哈哈是什么？我哈哈！粉色房，粉色房这边，他一直往最边边走，他往白黄房，他跑白红房，宝可梦球房。你再跑一下，你再跑一下。对，他在外面跑，他在外面跑。好，你再跑一下。快点杀我！快点！我是一个无情狗仔。无情狗仔，在哪里？在哪一间？在哪一间？在一个白绿房还是和绿房？白绿房。他出来了，他出来了。快杀我！好，走走走走走。那个拿刀的，对对对对对。有了有了有了！哪一只？这一只？这一只？票票啊！来，快打我！优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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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我！优以优以优以！错了，我错了。优以优以。耶耶！有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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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还跳过了，走走走走！不知道给我你。是啊，我根本就没看到。你看他们，我预言家倒了。对啊，只是你们先跑走啊！你要说啊！我刚刚有你要说场上还有那个啊，怨灵呢？我刚刚有问。还有疑问啊！你是疑问，你是疑问，你要说，你要说，不是确定。我刚刚问了，然后你们说怨灵已经死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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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杰克，那是杰克自己讲的，杰克说的。你自己，你自己应该肯定知道啊，因为你一直在刀他，他刀不死，那可是肯定死。那奇怪啊，那就是。没有很不是很奇怪，你玩几次了？你那是你知道的资讯，好人不会知道。那是你才知道资讯，好人不会知道。怨灵会干扰啊。对啊，对啊，所以你得肯定呢，你得肯定呢。虽然说迪叔死前有先讲了一次，但是没人听到，很可惜，没人听到。我有听到迪叔讲啊，可是也想说迪叔讲完，可是迪叔死了，我觉得他在骗人啊。他在骗迪叔，你的信用没。狼人方啊，狼人方会说谎啊，他可能会为了要活命，然后去辩解。对，我刚还以为有人冥婚呢。到底为什么一直帮他？你是最后一狼的，那就是这个资讯就会肯定更重要。你有话讲，你要肯定，你要肯定。好，我肯定。反正我觉得团团骗刀很强哎，你知道我原本也想要用同样的方式，但是我第二拳被那个迪叔打到了，我直接被打到了。波波就这样子被飘出。因为我真的是带到团团，因为你那边真的是两个狼，嗯，你在追团团，然后那边是米菲，对，你是后来看到米菲，但是其实我是，哎，你几枪几只团团就不能再说了，对啊，你应该有看到我杀繁星那个画面啊，呜呜呜，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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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星是什么啊？我刚唱歌哎，唱那么大声没听到吗？你是人，你是最高警觉。我直接冲到厨房里面看到小雨，然后用 F， 然后我站在旁边。用 F， 你才是人鱼，那个手会怎么唱歌？他只是想唱歌，最后手会怎么唱？我只是想唱吧。我说还有人鱼吗？奇怪，他是一个开心的手，总误导呢。开心哎，随时都可以唱，开心手哎，唱就唱，想唱就唱，太混乱。来喽，三二一，走起！开心就唱，想唱就唱啊！开心就唱，人鱼是得唱啊，大家要不要唱就随意了。有同时四五首歌一起吗？同时四五首歌到底几是人鱼？人鱼混乱，一起。哎呀，华裔就秋瓜，
我华裔就无唱歌。哎、欸，这关系是比较小，欸、然后其实应该蛮强的，你可以多善用例子。只要运气不要太衰，都很。杰克，你是不是又是怨灵啊？先查杰克啦。好，我先查杰克了啦。杰克今天很坏。兄弟呀，那你开始播完没有修啦？我感觉今天一直赢，不能让他赢。我那我一直赢。你不赢，这边要赌起来。你不赢，这边要赌吧。兄弟呀！那个，我死了就是彪彪，我死了就彪彪，我死了就是巧克力。兄弟呀！我是你敢叫两根的？你有两根是什么鬼？两根。哦，那你要好好拿着那个哦。好你过来一下啊！刚才我看到他在这边啊，不，我看到在这边啊，我看到这边是谁？不是，刚刚另一边，我刚追进来哎、欸。我站在一个超级角落哎、欸，我刚头上还有一个人，不知道。刚刚这边是有人的，刚刚这里是有人的，这是我出去了，我这里有很多。哎、欸，没有，他是折返跑啊。孟娜吧，孟娜什么身份？我刚是忍者啊！你不要生气。那可能是什么？啊，我是守卫。孟娜说你是什么？冤家。你是冤家。我见习。对。啊，那个土司喵呢？土司喵怎么不见了？我在另外一边呢，我在这里。你在哪？你在哪里？我疯了。啊！我怎么会掉？等一下。我靠！窗里！小雨呢？怎么在那里？哎、欸，我错到底是在这里，我都没听到。我们很紧张，我们在追两狼啊！就一个头上那个人是谁啊？女巫包在混。我那个刚头上有一个人呢、啊，他不见了。有隔离胶啊！我没办法，我叫你，我要穿。门给打开。我操！他居然后退了。哎、欸，我帮你隐形，他没看到我。土司喵是谁？我说是土司喵。是土司喵。孟娜死前的语言，孟娜死前的语言。我可以查了。这么蠢啊！我是真的被吓到了，不好意思。这有点怕，这有点怕。我吓到跳起来了。好好笑、哦。哎呦！看起来不太对。还有那个怨灵，你们想一下，土司喵，先票土司喵了。怨灵，等一下，米菲，你很安静哎，你是不是躲起来了？你 是怨灵？他是不是怨灵躲起来？我不是。那你在哪里？我刚刚就是土司喵一直在追我才躲起来的，他刚刚一直跟我在房间里。那你怎么没死？你一直在房间里呢？小雨可以票了吧？两次都没中。我超级满心是好人，我也是好人啊！剩下三个，你就是了吧？还是我被骗？不是，米菲有问题。你先骗米菲女巫，不是我。什么？你是女巫？女巫不是波波吗？没有，我是女巫。那波波是谁？他刚刚一直不敢过来，我刚躲在一个墙角。女巫只有一个，女巫只有一个。对啊，那不是波波吗？波波刚不知道做事没做。米菲是怨灵啊！米菲是怨灵。我不是怨灵。古惑师，古惑师，对不起，古惑师，古惑师。好可怕。
好可怕啊。剩下还有两个狼吗？小雨是好人啊，你想一下，我查了。哇，太安静了，吓到我！以为自己的灵魂坏掉，一群乌鸦飞过去，操！那这个局面很有趣耶。没事啦，四个人会发光啊，三个人会发光。所以我才想说先票他。哦，这样我不能带你赢哦！天哪。你可以带我赢啊，可是你要就变成人狼恋，就变成是我们两个要活到最后、啊。哦，对哈，对，所以我才想说可以先飘。那我直接，我刚刚直接用那个秘评打出来，我是白痴。哦，原来你们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哎，对，再见喽。等一下，繁星，干嘛？问一个问题。哎，不知道我是丘比特吗？我知道啊，所以我才看你，我是说兄弟啊，你助手哦什么之类，你没看到吗？你就在我面前拿书哎、欸，小姐。你是对人跟狼啊，那你对啊，你还是好人方，你还是好人方。你要配到两个狼，嗯，要两个狼才对，两狼就可以，你就变狼。可是我也算恋人方啊。是啊，没有没有没有，你们四个都存活在。但是你们要留到你们最后三个人这样才有办法。那你不是丘比特，不是丘比特，不是我跟繁星才是恋人，你是第三者，你只是在我们在一起，你是那个对那个小天使的那个而已。你不能介入我们的感情啊！不一样不一样，他只是选择不一样，他只帮忙牵线，要不要杀你而已。对对对对对，他只是牵线的人，你帮忙牵线而已。他只是如果牵线的那一方都是同一个阵营的话，你也跟他会同阵营，这样。修行在个人，对，修行在个人呢。哇，比较复杂啦，但是你基本上你就把自己当好人方去玩就好了。没错啦，修行在个人。刚才是哪两个在追我？有个可怕的。不是我第一天真的都躲起来。我也没有追他。好可怕哦！我第一天一个转角就死了，我好烂哦！那最后是谁刀了繁星？无情，小雨吧？我刀你啊！我是刀你，那我就换位啊！你要把你的刀放下来啊！是我判断你不刀立定成佛啊！我都没有飘到你了，你刀繁星，你很过分哎！你有看到我刀繁星啊？你有刀，我已经换位了。啊！我一按下去砍到人，那就不是我的问题哦。在在在，我票到，我票到，我票到，气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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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刀停不下来呀、啊！哎、欸，我想说，你是喵，换几只喵啊？他有问题，他有问题，他有问题。谁谁谁？米菲，米菲有问题，米菲有问题，他怪怪的。他扣了五秒，你是不是太多钓竿，然后按错太多钓竿了？看队友啦，他要看队友。我们正常只有一根哦，你好像有点多根哦。那你要看我的吗？我不要啊，那你要看我的怪的。你要看这次你又是什么了？我是哎秋拐，干嘛呢？干嘛呢？我怕你哦。不用，哎呦，那个粉色房子有一只哦。粉色风暴啊，真的吗？粉色珍珠音，真的真的，他跑进去。你下面有那个，你下面有那个，有。繁星脚下有一个，繁星脚下有一个。我知道，我知道。狼啊，看这里，不用是我，你干嘛过来？干嘛过来？我逃了，干嘛？你干嘛跑？你干嘛跑？我们出去，我没有出去，我没有出去。你干嘛？你干嘛？你快快快！你看，直接来了。等，他们有点靠近我，我怕他们跳着快砍到我们。哎，对对，我站在云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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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站在云林。别靠！我怎么死的？我是女巫啊，杰克！啊，你怎么不见了？李行，巧克力，你是不是古惑师？我是喵，你是怨灵。我是守卫。我是守卫哦。查他。谁？祖师喵，祖师喵是怨灵。我是村民。哈哈哈！怨灵，米菲好像是狼哦。祖师喵，祖师喵怨灵吗？不是，他是怨灵，他真的是怨灵。米菲，他刚刚为什么？为什么？不是什么？你是哪一只？他不会辩论我吗？不翻位。对啊，他刚
不会死啊！我在你刚刚旁边啊，所以米菲，米菲是狼嘛？米菲票米菲票米菲票米菲晚上查吐司喵，再把它查走。对对对对对。真的，我在哪里啊？在那个黄红绿绿绿绿绿，我已经票了一个，前面后面后面那里，哪里？前面后面，看吐司喵还是后面后面哪里？哪边？哪里呀？哦，这海里，我票到。他只要呼吸之术吗？跳过。哎 ，Oh my god！ 杨志涵，你看我跳过二月。哎，大豆子，哎，啊，这个人怪怪的。我跟你讲，为什么我刚刚打他，他不会扣血啊？他刚没有死，哎，还有勇气啊！他是村民，一闪一闪的。村民啊，他村民啊，一闪一闪就他技能啊。哦，村民会一直闪哦。他的勇气这边有书，好不好？这边有书。对不起，我第三次。你先看一下。第一次就有。你好好看角色好不好？比较算是影什么猎人还是怨灵？影怨灵，就九怨灵啊，怨灵。哎，等一下，那个你们可以看一下上面哦，又有连锁枪哎，往上滚。对，我想到怎么会结束，原来是米菲举我枪，然后我在举诺伊枪。好，米菲为什么要举团长呢？米菲，你为什么要举团团？我刚刚没有举啊！我靠，我真的很蠢。你又跳过一举人啊！你是不是因为团团枪了小雨，你就不开心？你也要玩这招？这观众谁找的？我是想老小雨啦，我是想老玉玉啦。天天好扯啊，好扯！你看，想说怎么会结束？快怎么？对，我想说怎么突然就结束了？好快结束！我想说，你装傻眼耶！所以狼全部关照，好好看规则，好好看规则，好好看。来去看一下规则啊，书好好看一下，来去看一下书啊，都已经要老手为你示范，玩三次已经很久了哎，是你先技能啊。互相全跟着继续走下去啊！我叫互相，不是你那枪怎么会举到团团啊？因为刚刚我穿上钟的时候，我一直打我旁边的人，一直有人靠近我啊，我就打他。打他为什么用右键？就是用右键点他，用直枪，因为我不确定他是什么啊，所以我先指他。那你还说你刚刚没有指枪？不管是谁，我就指了。可是我就指，可是我几乎没有在你旁边呢。有啦，一开始没有，后来你们穿衣服就两个人直接出去了。一开始，我觉得他是一开始就直接死我了啦，他想给你死啦。我没有给你游戏体验啦，因为我就是要带你走了。我就觉得你怪怪的。没有，我不懂，我看不懂。那我们接下来要来玩一个酷的哦，大家要好好的看好书哦。好，就是我们的狼呢变成黑狼王两只，但是。黑狼王一只好了，多一点这个东东啊，叫做百变狼。百变狼，对，狼百变狼可以看看那个好不好？看一下，它简单来说呢，它的要看一下它的柱二跟三，它也是一样拥有跟狼人的就是相关的技能。那重点是，当他在场上的时候，预言家的书的 ID 全部都是乱码。嗯，所以你预言家查的可能。点完之后会是正确的啊，但是你点的当下你不知道你查的是谁啊，懂意思吗？就是你输，其实你不知道你点的是谁，但点完之后他应该还是会告诉你正确的人，就试试看好不好？那柱三呢也看一下，就是晚上的时候所有人都穿着皮革装，那头是带着自己的 skin 的头颅，但是你 看不到你自己原本的样子，因为有隐形。嗯，对，那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是因为让百变狼可以做事。百变狼呢，你可以去锁定一个人，那你的头颅就会变成对方的。好、oh. ，对，所以他晚上大家看到的都是穿皮革装，然后有自己的头颅，可是你可能就会看到，有两三个 Bobo 的头颅。不要，对，就是可以这样子去变。那百变狼就是可以去捕捉，先捕捉那个人的头颅，那你自己再决定你要冒充他，还是要还原他，还原自己。好不好？应该蛮能够理解的，好不好？好。所以我拿头颅，我的 ID 也是显示他吗？你隐形了，不会显示 ID。隐形不会显示 ID， 但头颅，所以有头颅。反正晚上的时候就知道，你看所有人都会变成是皮革装跟头颅。
好复杂哦。没有，就原本晚上的时候，请问你是不是都可以看到大家站在那里？对，那现在就变得只是看大家的头颅，就这么单纯 ，OK？ 你只看得到头颅，从人变成是穿皮革装的头颅 ，OK？ 哦，全部吗？好，那我要变成那个敏飞，然后一直呦呦呦呦。我不行。那我们呢？除了这个百变狼之外呢，也来回回我们久违的炸七师啊。哎呦，炸七师也是一样，他是好人方，那他就只是晚上的时候，他也可以穿装。好，那如果你穿装的话呢，你就会有隐形跟跳跃提升。哇，跟一般狼速度快，对，只是你砍不了人而已。对，那你也有假无线电，但是你的假无线电是不能用的。可以看不能用，了解。可以看不能用，可是其他队友的无线电你是可以看到的，好吧？好。那狼人一进去，你会看到有四个狼哦，其中一个就是炸七师，但是你不知道谁才是炸七师，那炸七师进去是看不到的。好 ，OK， 试试看。我说狼人请打一，狼人请打一。哎，就尽量不要这样了，尽量。花村哦，来玩花村哦。花村，没错，那没有丘比特咯，那一样有古惑师，一样有守卫，那就是多了炸七师跟我们的两只百变狼。不是啊，刚丘比特都配我跟巧克力。你们就一个啊，你也可以跟小雨啊。啊、哦，对啊，为什么没得？哎，该一下了吧，我该一下了吧。我这个很大、欸，我这个地图很大、啊。我直接带砍我。那个晚上，在外面有很多可以躲的啊。可是狼一样啊，狼有那个指标可以看。跳跃嘿。第一天可以看一下，第一天大家可以跑。哦，还有一些地方你看起来可以走，也是有屏障哦。好，看起来可以走，有屏障哦。麦块有一个东西叫屏障，对，就是你看不到，但你走不过去。哦，你说撞它吗？哇！哦，这个哦，就是屏障，我死了就小雨，我死了就小雨。那个巨大蘑菇跳出来可以吃，这样。巨大蘑菇小雨，我死了就小雨。好。哇，太酷了吧！哇，死了，白痴哦！怎么了？假死哎！哎、欸，小雨，你好像长得好像，你这长得好像。哎、欸，那你看我，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这衣服太亮了吧？繁星，你有鬼，你有鬼，怎么我有鬼啦？看到你那边有鬼，我讲你那天有鬼。那我还是很紧张，我把鬼击退了。你不要紧张。那个谁，我有点紧。哎、欸，我们这样好像有点 OP 哎、欸。对呀、啊、吗？你说都看得到、啊，这下面无敌了吧？你就只看得到谁而已啊！那个假装死了，哦不！哎啊！哇，倒了一堆！哎，如果百变狼变成死掉的人，感觉好像是真波波，对，波波，你是真波波，你觉得是假的吗？还是假波波？会带罪的，有人看到什么吗？我是看波波，然后就把他毒了，是吗？不好意思，是我要把他毒掉了。毒了。我有些要讲波波。嘿，你刚刚看山上这个位置是谁啊？山上，我没看到山上哎、欸。哦，好吧，那算了。我刚刚只看到波波在那边爬而已。那杰克又是什么？我是忍者，我刚换的。你是忍者、嗯，你刚换，你跟我换了，你是跟我换的哦。那剩下团，对啊，我是查到诺英啦，诺英，哎、欸欸、可是刚刚画面好，真的是乱码好帅、喔，可是查完之后他就跟你讲说，谁谁谁是好人，跟土司喵、啊，我是人鱼，你是人鱼，对，我可以唱歌，你没有唱歌啊。我第一场没唱，不只能用一次吗？我是没有啊，每天每晚上都一场，一场一次的。哦，大哥，你说去看书，观众。卡西，对不起，我出去来了，谁要听歌？我来了。又生气了，又生气了。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为什么又？头在走路。哦，哎，爸爸。你读到的是怨灵啊！哦，真的假的？对，是谁？我查到 Bobo 是土司喵吗？哦，难怪对不起，很
因为是乱码乱码，我想说怎么又升天？哦，怎么天？唱歌。你唱歌不是尖叫啊？怎么叫唱歌？那就对啊，那就是团跟那个兔子喵了。兔子喵。在下面，在这红色下面。樱花树那边中间。这边下面有一只，这边下面有一只。鸟居吗？好，来。来哇！我的天哪！你怎么只有一秒？不对耶！你说谁只有一秒？不是。你怎么那么快就倒了？啊！我的天哪！在哪里啊？哎，都是我们。鸟居。这里，他蹲着。好好，你飘他，我把飘他。好的。碎，包围。杰克。下面，我把他打下去，不让你下来。啊！碎！啊，轮到。你偏不投票，没关系。是不是投票手？哎，我来。投票。换我了吗？不能偷看别人投什么。投票手要一个来。好的。盖章，盖正确的地方。有盖章。不要带自己的章哦。不能带自己的章哦。我拿到好宝宝章。好，那你的票会作废呢。这样不行。我带错章了。哎，真的没怨灵了吗？没了啦，我查到了。有这里可以跳吗？哎，我跳这边呢。哦，你的另一面可以跳，是吧？很多地方可以跳吗？这里。很多可以那个。那变不了。爸。不是喵，就是那只啦，百变。剩团团。对，我擦擦哈。可是现在不是晚上吗？为什么没有穿皮革装啊？因为百变怪死啦，百变死啦。我说土司喵是百变啊。没了的时候就会恢复了。可是这样子感觉有点突兀哎。哦，你说这样就知道，一定知道有一个人，就知道有狼岛啦。哦，没有，因为百变狼毕竟有两只嘛，对。嗯，这两只百变狼都没了才会这样。我想说，就贯彻始终就我看到了，他在屋子那边。只要场上有百变狼，他在屋子那边。对。我感觉有点突兀。这也是可以。好，我在那房子里面没办法，毕竟黑狼王还是很强啊。啊，百变狼主要是好玩，带人也强强。对，这附近哦有一个。哎，投票所里面。蹲下了。投票所啊！投票所。你怎么又跑去投票所了？哎，他外面，绕他到外面吧。哎，没有，这是我啊，没有，是巧克力啊！啊，对，我在抓他，他蹲着吧。你不会在投票所里吧，团团？外面没有，外面那边是屏障。哇，从这个角度看很有趣。那边是投票所，那边投票所。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心跳声。投票所，不要动！我打爆你！我这里，不是你。我赢了。你还在只看到你，我没看到别人。那时候你在那边看，原来我被他指向了。你们是不是都没有发现我带走低速？有啊，很混乱呢。有啦，混乱啊！太混乱了！太乱了！龙拿六六六！我就看到一个狼王好像穿，我不管是谁，直接举他。我也是不管怎样直接砍，我想说献出我的心脏，猎人赶快。猎人很猛哦，你要赶快内疚。那我们那个啊，毕竟女巫那个猎人都可以弄嘛，但猎人至少是死后弄，女巫是活着，所以女巫收起来换骑士。好耶！撞他，所以你只要白天很确定的时候才可以撞哦。然后他也有更新的，就是撞也只能一次，你撞赢了也没办法再撞第二次。哇！不能收头，撞一直撞啊，一直撞，然后那么干嘛？一直撞，滴滴咚，一直撞，一直撞。来喽，三二一，走起！第一天不能撞嘛，好不好？没有女巫喽，所以弄狼的就只有猎人跟骑士。骑士，还有神流啦。骑士是怎样啊？有点忘了、欸。就是撞人的时候，你会有那个撞人的技能。可以跟一個人。那如果对方是好人，是你出局。对，那如果对方是狼的话，就是他出局。OK。然后他现在也会写，就是说你撞的是谁。哦、有更新的，避免大家太混淆。对。
走这边啊，孟娜，走这边就好了。所以你完全是可以，就是有没有管他的？太 OP 了吧？用就对了。这里超过分、啊，这边真的很过分哎、欸。可是这里好像就走那边可以上来吗？有那边好像有屏障，那边好像有屏障。另外一边有啊，而且这个是我看你们这样走还知道怎么上来哎、欸。那另一边有简单的啦，就是栅栏。那两边都这里可以走到这里耶、欸這個。一个是對啊，一个是四格跳，那边那个死有点视觉死角哎，从下面看根本看不到。度啊！度啊！度啊！哎呦，五郎哦！哎、哦欸，对面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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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跟在我屁股后面。好像小雨哦，小雨那里的。不是我啦，我洗出名了。啊、那是谁？那是月亮。你确定？你确定？哎、欸、啊！避开了交通，是不是说没有昨晚的梦最痛？确定要砍下去还是工厂的？村民不要这样，没勇气了，我没有勇气了。救命！忍者，忍者，忍者，救救我！我是你的好帮手。救命！好帮手。就没了！哇哇哇哇！好扯哦！啊哈哈！小雨是哎，小雨活的，死的？哎、欸、哎、欸、死了！哎、欸，这个怎么了？你没有死哦！我刚刚从那边底下的树林绕过了，好像有一层屏障，没事了。秋拿哎！哦、欸，蓝星是狼，虎斯喵，蓝星是狼。你是预言家吗？家，我是预言家，繁星是狼。繁星哦。繁星呢？你在哪里？小船，你那个方向好像有一个，刚刚好像。对，我刚刚这边有看到有一个，我现在在找。底下啊，迪叔哎、欸，迪叔你是什么？迪叔是什么？还是发发、啊？我骑士啊。那你撞撞发发讲话、啊，发发没有？你去撞土司喵，他怪怪的。没有禁言长老，发发呢？发发呢？发发不讲话。他被禁言了。他怎么了？你在干嘛啦？那你去撞繁星，你撞土司喵干嘛、啊？土司喵就预言家了。狐狸。你罚写，你去罚写课文，你去罚写狼人杀的课文。不是的，他每次都很傻一个。我操！还是骑士是狼人阵营？他是骑士啊，骑士就肯定是那个啊。这游戏好难玩呢。待机喽。出代机喽！我被念力了。你这个安静啊，气死了！我看不到血条正常吗？血条就是血位啊。不就只看得到名字吗？看得到血，看得到那个力效果、啊。狼的话应该要看得到啊。对，我看不到哎、欸。看得到的，嗯。还是偏远，好像近一点。他有时候会。会看不太到，要上下走一下之类的。那波波，你过来让我 S 死了、欸。哦，你死了，已经手刃他了。我没有手他。哎、欸，对。哎、欸，对。哎、欸，对耶，是我哎。哇。你是你。哇，巧克力后面有两只哎，凶的哎。哇。哇。欸、对耶。坏桃，我后面有两只。繁星。哎、欸，是。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没办法救你。我的队友，我的队友比我还凶。那另一个是谁？爸爸，爸爸不讲话。对啊，爸爸被禁言了，不知道干嘛。对啊，他突然就被禁言了。没有啦，这样就发发了，就发发了，就发发了，发发发。你哪来的？我在猜是不是不一样。哎，繁星，繁星，是繁星。哎，在哪？你们在哪？不知道。我不会是诺英，不会是诺英。在上面吗？上面吗？那爸爸，啊、爸爸打他，没有了。啊，你是谁？繁星啊，打繁星啊，繁星你是什么？诺英你是什么？那是村民啊。繁星啊，打诺英，打诺英，打诺英啊！真的打诺。繁星，繁星，繁星，打诺英真的啦。为什么？骗人，他骗人，我屁啦，怎么那么多？谁骗人？你骗人。哎、欸，结果啊，我举到的是他，那没办法了。对一对一，不知道啊，爸爸在哪？你好扯哦，我怎么会跟你讲我在哪？怎么会跟你讲真的？问你啊，没有必要，必要。我发现他那个捕捉好像每天都要捕捉的样子。对啊，就是
很难，很奇怪，对不对？对，很难吧？我想说捕兔的波波，想说可以变死者波波，不能死者苏醒，是不是？对，哎呀，哎呀，对不起啦，你说你村民，我当然，我也以为是诺伊是那个啊，没有，你刚刚的，你刚刚讲的，我害我很怕，我想啊，不是你吧？你问巧克力，你问巧克力，你问巧克力，他是不是也觉得你是诈欺师？到底谁才是那诈欺师？因为我也很混乱。对，然后因为团团最后说方法是狼。那就觉得你应该是那个對那个了。他哎、欸，他说诺英绝对不会是，我想怎么那么笃定？这么笃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全场跟着团团，我在想什么时候要下手。啊，你都没有下手。我刚说要下手，你聊过他一次了。第二次那时候，我真的差点想要刀他，想说还是有可能不是。巧克力，你好扯哦！他们都是我在狂刀。哎、欸，没有波波，我抄你之前我有那个啊，捕捉你。我原本想说你死后我还可以变成你，结果我没办法，我尽力了。你要踩两次我才能变成一个。抱歉嘛。50秒，我是好人。我想说，不是我想说，我第一场贡献蛮多的，所以我第二场稍微休息一下好了。我是好人。所以我才跟着团团。哇，那我这诈欺师的价值蛮高的。你确认他这么欺负我？真的，对，你都不喜欢做，超怪的。那时候你跟米菲在旁边，然后我一换，然后你们两个都跳下去。吓到，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这样不是有那个骑士吗？骑士怎么倒了？他乱做啦！骑士，骑士没有。骑士怎么倒了？骑士发言了。我听他说话，我听到说举土司喵，然后按下去发现哦是螃蟹的声音。谁说举土司喵？你听到谁？我啊。我说土司喵啊，土司喵怪怪的啦。直接被骗，真的呢。那顶住潜意识还是觉得我的话有问题，然后反正一说他就信了，好扯啊、哦。反正。好扯，说的应该可以吧？好扯，巧克力叫我弄繁星，不对，繁星说的才对的。叫你，好扯，迪叔，好扯，好扯，来了，再来了，好，变，耶！哎，刚刚有当预言家的好玩吗？那是不是很乱？那个数字很乱吧？哎，对，预言家是不是？它就是一样有三页啊，可是每页就是跟之前那个刚刚不是什么月灵获胜，然后会一大堆乱码那个东西。那你查完之后给你的是对的，查完就会跟你讲说谁谁谁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哦，还是会讲这。对啊，只是你要选的时候没办法选。对，这其实是对你要的人。对，这其实对那个月灵来说很棒，因为你选不了他。啊、好扯，好扯。没事，过半就可以按了。那你为什么都要跳岔呢？他不是一个三格圆一个开？对啊，他对边边那边有一个可以按的啊。我开个 photo、啊、最简单的啊。photo 传送门。photo 我要去啊。诺伊，你刚刚是不是想要捕捉团团？嗯。哦。哦，团团在我旁边哦。我死的就是诺伊哦。我刚刚看诺英在团团的后面，想要感觉你干嘛？诺英，你为什么要过来？我已经指好你了，你不要想乱来。我觉得你干嘛？你干嘛？我跟你讲，我已经指向你了，诺英。你又怎样？你又怎样？你要三思，方法走开，方法走开。你要干嘛？这里这个树已经被占据了，满了。不会的。哎，来了来了。后面有一个，后面远方有一个在跳，远方有一个在跳。方法唱歌。啊？我刚刚查到。方法唱歌有用，唱歌有用，你唱歌。我们不相信，我们不相信。方法，你先唱。我不会唱歌。不是，我教你唱。嘿，我教你唱。要唱什么？要唱什么？没有帮你刚刚你唱了缓速的歌。是谁？你唱了缓速的歌。他在下面吗？我在下面了。好摇。你在下面了，我刚刚把它破查了。波波，你是勇气是不是？对。梦娜，你是什么？是村民。欸、他心虚，他心虚啊！在哪里？在哪里？啊！中间，你说哪？梦娜，你说梦娜，哎，那两票，来我们安全，百分百村民，梦娜百分百，再见，梦娜百分百的。我看在眼里，他给出了勇气，
对，我看在夜里，终于把那个狼给打下去了，体现了自己的勇气。没有错，他证明自己的价值。多冷的吧？我要躲起来了，我要躲起来了。你是？哎呦，你好胖，还是团团你唱歌？吐司喵在我们后面，吐司喵怪怪的。我跟巧克力死的就是吐司喵。对，就是你，就是你，你怪怪的，哎呦，怪怪的，吓死！我刚刚对观众的声音吓死。这个要怎么查啦？我刚刚也听到，超恐怖的。谁呀、啊？方法之狼，方法之狼，吐司喵在后面。我隐形，隐形，隐形，快跑，快跑！你隐形，手空空，手空空，手空空。方法之狼，好猛！结果方法之狼哦。我要开，我要高个离席那个键。方法之狼，方法之狼，方法之狼。我开了 photo， 这边过不来啊，这边过不来啊。那个穿装的、啊，我跟你讲、啊，我命中你啦、啊。我也命中你的，我们一起打。我好隐形哦，小隐。你是我吗？你不是吧？你想一下，正在两格槽里面。没事没事。你命中不是 Bobo 吧？你命中是 Bobo 吧？哎，听我说，米菲怪怪的。好，米菲怨你，米菲怨你。哎，对，怨你还没有出去哎。对。对，很难抢。你怎么？你怎么？全体没有啦。我们要来图灵哦。那直接骗他就好了。图灵。米菲啊，骗米菲。不然米菲你是什么？阿伯利啥？我以前啊。猜猜看啊。那你就是了啊。那就是怨你啊。你是？他在庙旁边吗？真的？不是哦，这是。哇，他在庙旁边吗？你说你是什么？粉红色的杰克头。骑士啊！骑士啊！那你去撞，你去撞花花，你去撞花花。真的？真的？你是什么？倒一个而已。好，那你撞花花。说你是什么？我骑士。他骑士，他骑士。啊啊啊！你到底要干嘛？迪叔，你为什么？我迪叔，迪叔，他怨灵，他怨灵，迪叔怨灵。哦，所以迪叔是怨灵，米菲是狼，米菲是狼，迪叔是怨灵。哦，我说错了，我是村民。没有没有没有，你在哪里？他在房里，房里。你要在，你要在那个发发那边。哇 no！ 迪斯，我保护你。没救了，我要升天。没有你，你现在还升不了天啊？那个预言家的书，预言家应该可以吧？我不知道，好像不行啦。预言家那个很乱呢，那个你知道他连死，他是连死人。点一个，你随便点一个。我就是随便点，点不到。你点第一个，你点第一个。你点第一个，你第一个吗？比输应该第二个吧。啊！啊！对不起。哎！哇，好猛哦！我在两格草里面，无尽的狼。我在两格草里面无敌了，无敌了，两格草无敌了。嗨，戴罪。啊！哎，我认真。所以是不是你戴罪到那个比输？迪叔啦，迪叔，他那个叫什么？你砍不死啦，真的是砍不死哎、欸，好猛哦、喔！不要砍我！他怨灵呢？怨灵砍不死、啊？怨灵啊！哎、欸，不是啊，我们的预言家死了。啊！可是我觉得可以先刀发发，先票发发。发发死了。树上有一个，树上有一个。但等一下，谁在旁边？我们会自动开，有鬼，这里闹鬼。迪叔，迪叔在室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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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迪叔先吗？迪叔先吗？啊，走，投票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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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了再决定，投票了再决定。哦，看谁先跳到。投票所，投票所。我爸爸，我跳米菲。看你的话，那迪叔好乖。迪叔了，迪叔了。迪叔在投票所。迪叔有了。迪叔有了吗？不要进来！我有了，我有了！哇，怎么那么多？怎么样？迪叔换两票。迪叔，哎，迪叔在樱花树，樱花树，樱花树。米菲两票，米菲两票了，米菲两票了。哎，迪叔，先送米菲出去。啊，米菲出去可以啊。其实迪叔不是啊。怎么啦？对啦，其实我不是啦。没有人相信我。画面很乱。啊？他好人，他真的是好人。还有两狼，团团是什么职业？啊！我是诈欺师啊！我锁定你啊！我锁定你啊！你想一下啊！你想一下啊！我没差啊！来啊！来杀我啊！哎，这样怨灵会赢啊？不行啊！哎，可以加油！你输啊！不行啊！还有迪叔吧？啊！迪叔啊！不行啊！那我要找迪叔了！迪叔你在哪？怨灵哎！我找迪叔啊！迪叔找我啊！爸爸，你在哪？你要讲啊！你跟我说你在哪？哎呦！全体呼唤！全体呼唤！怎么又换？怎么又换？啊啊！换到一个。没事，我先留你们下来，我要抓迪叔。
那可能你这样穿装会害我们更害怕、啊。对，你不要穿，你不要穿呐、啊。没有，我只是为了要那个逃跑的 buff， 你用速度。他逃跑啊！黎叔找黎叔，我们现在找黎叔啊。黎叔刚在室内。你是不是你们看到黎叔？没有，刚刚有狼在我隔壁，但是他跑了。找到了。哪里？真的？哎呦，在那个地方是不是？这里，投票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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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出来了，来了。好乱，好乱，没账啊，没账啊！跳过，离席，离席，赶快离开投票所。他很，爸爸，你要进来跟我说。你不是想表演吗？我看你表演啊！来了，我来表演了。那你要哈一下，你哈一下就开技能。哈！哎、欸，全体呼唤！哦呦！没事，不是！他一直骗你，他一直骗你。投票所，可恶！怎么会变成这个附近？他好像在这里哦。你是不是又躲在老地方啊？老地方，哎哎哎，不在，投票所都是人哦，你小心一点哦。你在哪，爸爸？压低呀。那应该是。哎，我要录音了。录音在哪？哦。我不知道我在投票所里面，可是我不知道在哪。投票所最上面的房子。啊、白痴哦、喔，对不起，我后悔。哦，我看到了，芳芳在那个屋顶上啊。我上去了，他怎么那么高？我在下面等，那个吧，那个。他狼人跳高高啦。哦。要行吗？还是不行？哎、欸，唐唐你跳，唐唐跳打你，唐唐跳。不要！走开了。是不是要手洗刀了？老爷，你是地牢的你，老爷在哪？炸气丝，炸气丝，行，炸气丝会穿装，你追他，炸气丝，我们不见了。奇怪，最耀眼的那一只不见了，最耀眼的，最耀眼。地空中的那颗星呀、啊，这是谁？谁躲在这里？不要你，不要你，你这样都没了，你要为他报仇，为你的团队报仇。我要为我团队报仇，报仇完你再让我死。舞台躲闪，完了，来不及了，我要回到我的宝位了。你来得及吗？你给我回来！你下就下来。好走，他来不及，等，是我，他来着，投票，有票错，可是其实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另一个操作，我们票巧克力，然后让芳芳死啊？没有，也是可以。可是我死他也会死、欸，因为我也是。对啊，你锁定我啦！你不是锁定我吗？可以锁定你。我加不了一了，等一下，无法加一。我要包他！哎呀，笑，穿不到，超快的，追不到。我努力在躲。哎呦，完全看不到那个画面很乱，好绝啊！真的总裁的，但是村民都会努力的。诺英吗？诺英，你要把他们打下去。有，你有证明的价值。多打诺英屁股，麻烦。我也被诺英扭掉就跑了。
加不了一耶，好难哦。接下来刺激一下咯，又到了最混乱的时刻咯。哦不，要蠢了，要蠢蛋了，三分之一好不好？不要那么多。好，三分之一，那个蠢的是怎样？我也有点忘记啊，大家可以自己大家看一下，看一下好了，看一下，看一下。你翻桌。女巫没有解药嘛，对不对？哦、女巫的解药，她现在蠢的好像也有修正，就是好像一直有、哦。真的假的？所以你还是可以先用毒药去试试看。嗯，好。那蠢的百变怪呢，就是他的被动无法影响到预言家的书，然后他冒充身份就只是变成史蒂夫的头而已。史蒂夫。哦。然后蠢的守卫呢，从无敌哦，变成无敌两秒，发光八秒，哦、还是有无敌，可是就只有两秒，两秒，可是你发光八秒，然后变成他如果有蛊惑，他就会死掉，啊、哦，好酷哦，哇，嗯，好酷啊，然后还有哪一个？啊，看纯守卫，看一下，守卫纯的。蠢的蛊惑师，他、啊、就是只是单纯预言家不会失去技能，就这样子。哦，那守卫嘞？守卫是那个、啊，守卫就无敌啊，变无敌两秒，发光八秒，还是有无敌。哦，然后他那个，他白天一样可以撞人了。一晚连撞自己三晚。哦，那预言家被蛊惑师弄到。提示的话就是你撞好人是怎样？忘记了。撞好人会死吗？你如果撞到是好人，好人会死掉吧？好人然后撞到坏人的话是你死这样啊，哦，就是反过来，反而不要撞，反而是变得不要撞，不要撞，赢了就好，要跟米菲一样。等等，我要撞烂。你确定有四个蠢的？我要撞烂，撞烂，撞烂。这个就是混乱的模式啊，不用想太多，不要用技能就好了。开心玩。开心使用技能，开心使用技能玩。哦，好，勇敢使用，不用怕。哎，这张我没印象，这张我没有印象，我这张完全没印象。还是那时候是晚上啊？原本是晚上吗？哇，好大哦！没有，我晚上也是没印象。那太大了吧？这都是房，可以敲敲钟。为什么可以敲钟？可是这个房间很难逃。还有另一个房哎，没有没有，他还有别的房哎。还有别的房哦，有迷宫，还有两栋，还有两栋，太大了，还有迷宫嘞，迷宫来参观。对，哎，有人已经爬到最高了，爬到最高是小雨，然后赶快去找他，我们离开了。那栋比较好玩，我这栋好无趣哦，天哪！没有那栋很，那栋那栋里面很无聊，没有路可以逃跑。你那栋里面很无聊。对啊，我太吵了，什么都没有啊。全迷馆。老苍是啊，狼真的要来找我了吗？自我走开了，你是狼人哦。因为有那个，哎，彪彪，我死就彪彪，我死就彪彪，我死了不知道是谁，我死就彪彪，彪彪好像是狼哦。为什么会发光？他什么？有发光了，蠢人者，蠢人者，蠢啊，真是。有人是蠢人者，蠢的一个出现了哦，蠢的只有四个，有预言家吗？好的吗？我死就预言家那个。怨灵，我弄一把，你是蠢忍者，这里有一个怨灵，这里有一个怨灵，你有没有感觉是狼哦？你们自己小心。不是啊，我不是啊，而且还要自己发光，还要自己发光。OK， 我不知道我蠢不蠢，可是我看到 biu 是狼。我也不穿装，你拍不出身份你就出局。不是啊，我预言家，我蛊惑师。我说 biu 啊。他犹豫啊，他犹豫了，票他。那你早就被我票，那就被我查出去了。那你是假的啊？票你很合理啊，那票你很合理啊。我说我就算是蠢的，我还是可以超度人啊。对，都可以。对啊，可以啊，可以。哎，到了，对，所以票他，票他。蠢人的，票他，票他。梦娜，你刚刚那边有一个隐形的吗？啊、怎么下去啊？怎么下去啊？因为我们迷路了，怎么下去？我没有看到啊，又飙在一楼，又飙飘飘飘，一楼，一楼，波波。知道，先飘波波，先飘波波，可能跳下去了。哎，先飘波波，波波呢？你们在一楼？刚刚在一楼啊，我在二楼呢。你在二楼呢？你怎么跑那么快？很晚这样跑，哎，他是不是说谎啊？你是正常的，你是正常的，你是正常。对，我很蠢。哎，我觉得他说谎啦。为什么？你看我很蠢。
彪彪一定是说谎、啊。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不要靠近我。所以我是聪明的。嗯，不要，我再查一下。你是聪明的，你是聪明的。啊！最蠢的，目前杰克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你是蠢的？我很蠢啊！我拿着猎枪很蠢。啊、我查到我自己了，不好意思。猎枪很蠢，可是你不会啊？诺伊都是，可是你不会知道丢是狼蠢的吧？你闪光，我透过一个方式我知道了。啊！哎呦，我要死翘翘了！哎呀，这个小尖的有两个狼啊！我要死翘翘了！再见了各位。蠢的会怎样？又变成狼？完了，我刚刚没有看到。你说什么东西蠢的？大祭司。我说大祭司，我是蠢的，怎么办？大祭司蠢的，可能就是你困中没加速之类的，没有加速吧？对吧、啊？哦，所以没事啊。好。忍者蠢的船带罪会是传到猎人老狼的那边吗？还是好像是不晓得、哦不要。不要用，不要用。忍者的狼，我刚传过去。谁？波波啊！波波啊！对啊，他怎么不见了、啊？波波、啊，波波、欸，我在新大楼，我在新大楼。那新大楼两只狼啊，你就一只啊，对不对？对啊，新大楼。哦这大楼是谁？这大楼两个是谁？是什么？是大胆是什么？哪个是新？什么颜色？哪个是新？哪个是旧啊？主屋、主屋、主屋跟副屋这样讲吗？我的副屋，我的副屋。啊，这主人副的。比较矮的这一栋有两个，比较矮的有两个。那就好了哈。副的，好的，好的。那不在副屋，不在副屋。他们跑走。那这是副啊。全新的感觉，那么的强烈。都被弄掉了，好扯，好扯，他要来了，他来关好大哦！我看见这美丽新世界，我希望来啦，各位，我死了，哎、欸，哇哇，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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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哇塞，不要用技能，你用技能，不行，准备准备准备，耶耶来耶好玩。我要死了，拜，谢谢。你有病啊！你就蠢了啊？为什么？啊，蠢人者把我们拉过去啊！对不起，因为你被杀了。你就是个蠢了，你就不要再用了。哎，来，哎，好玩。哎，来，哎，好玩。是的，吓到了。哎，来，哎，好扯，好扯。嗯。欸、不是哎、欸，这样要怎么办啊？是啦，你们死的人很少哎、欸。屁啦，一五个嘞，三分之一而已。要不要看一下、啊？你们还有古惑师哎、欸，你要不要想一下？是你们要不要想一下吧？等一下，我说你先玩我们。是哎、欸，杰克，你怎么在那种地方啊？也要开发。我是最有勇气的那一个啊！我都已经逃过两次追捕了，吓死了。不是啊，杰克是不是狼啊？我不是、啊，他不是狼，他不是狼，是啊、他不是要蠢猎人吗？哦、你是蠢猎人，他蠢猎人。蠢猎人，哦，这可以跳哦。哎、欸，你在哪、啊？哎、欸，这可以跳吗？我在你心里。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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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要。你可以跳，我们都存在了。没有，真的可以。为什么你跳得上去啊？高级巫师是爸爸。啊，怎么？哎、欸，爸爸死了。哎、欸欸、不是哎、欸、到底为什么啦他倒了为什么啦我是招谁惹谁啊他真的很惨、忍者有没有打算用一下技能啊忍者忍者被你们打死了吧哎呀没忍者是哪一个忍者不要用啊我用了忍者用你用了我们要昏倒你可以想一下不废啦不废啦安全的安全的真的、啊、真的很安全的、欸一起来嗨不好吗？不好。所以我要帮你们找狼是谁，对不对？我看一下。啊啊！你是什么职业？你到底什么职业？我是大骑士啊。谢喽，谢喽、啊。我看你都讲出来了，我看狼要怎么找你。你等一下就看到三个人跑去找你。谢喽。没有啊，没事。爸爸应该死了，爸爸死了。爸爸死掉啦、啊。对啊，剩两只吧。那 OK 的。好、哦，那这两只啊。对啊。啊啊。嗯。因为如果你是蠢的话，你晚上反而穿装，你会反。保护我。求菩萨保护我。是啊，杰克都，你这怎么跳上去的、啊？
红就你刚刚那边没错吗？杰克，我刚刚没错、啊。没有啦，他在聊跑酷啦，你不要污这栽赃哦。跑酷啊！我现在很害怕，跑酷提到谁？还是杰克有跳跃二有没有？对啊，为什么？你看我各种职业都有啊，厉害吧？可以，你可以示范一下吗？你会示范啊？示范吗？我觉得现在可能很难诶、欸。要不要等下一天？哦、啊，因为好，你们知道了。我就说他应该有跳跃二吧。哎、欸，前面那个亚迪亚，那不是难不难？因为那是栅栏，所以他是一格半。哎、欸、呦，所以一般人不行、欸。对，肯定不行啊。我就想到这个有点颠覆我对麦块的想法。房子的那一位，房子的那一位，你在哪里？那是一格半啊。哎、欸，这个人是不是？所以那样子会让狼几乎就只要躲在那里就好了，基本上上不去啊。这张图那边那边真的是无敌点，那边人是上不去的。打掉这个技能，哎、欸，喂，哦，你把它打掉了，打掉了，打掉了。嗯，啊，而且我刚刚只有狼可以上去啊，那就变成狼有没有？那个、假设都已经只剩一狼三五个人也好，他每天回来那个就好了。快逃啊！发光啦！快逃啊！杰杰杰 K 杰 K， Let's go， OK OK， Let's go， Let's have fun。我果然是蠢的。来来来，我们你不是蠢的吧？我是蠢的，啊、可是我觉得炸鸡是好没换，炸鸡是没有用啊。对啊，啊你穿装没有？那其实是你穿装会有狼人的加速啊，啊你蠢就是不会加速，会滑、啊。对啊，就没加速，超慢。对啊，所以就不要穿装啊！你穿装、啊，你是不是听不懂，观众？对，对不起，欸、我也不用穿装了。对啊，你自己选择要不要穿装的、啊，你自己选择要缓速的、啊。波你追，波你追。嗯，有啊，我在追了。有听一遍位、欸，如果是蠢的就没有。无敌了吗？对，没无敌了。没了。蠢忍者，蠢炸鸡师，都是蠢的。这好有趣、哦，还有两个蠢的不知道而已。没有技能用，真有趣。他好像在这个大楼哎、欸，白色大楼里面。哇，我在等呢、欸。找不到。我在等你去楼顶。哦，你。啊，这不是分分钟的事吗？这个就一下就好了。我来了，我来了，我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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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是不是怨灵啊？白天就可以见真章喽，白天。啊，他在楼顶，他在楼顶，他把我打下来了。来了。哎、欸，宝宝，帮我拦一下、啊。你在上面比较好。哎呀，有有有，华裔，哎呦，华裔，杰克杰克，哎呦，啊，我的妈，杰克，他把他推前面啊，好像有机会哦。我想要什么？不跳过啊 ！B O B O， 跳过啊！你不是 B O B O 好运宝宝？我没有、啊，你那么好运，你干嘛怕？啊，你干嘛怕、啊？打的真棒，你打的真棒。对啊。哇！不是沙尘草，爱神啊！爱君王。哇！你这张嘴。无论最后如何，反正他没有胜利了。对耶，我没胜利了。好了，该给我胜利了吧？你还没赢过吗？我不知道哎、欸，有赢过？有吧？你有吧？第一场的时候吧？他躺赢过，他有躺过，不是四加一的那个。哦，小雨一样没有今天、啊，还是没有哦。我一直被队友带走啊。团团，你还敢问呢、啊？你在哪、啊？我在最酷的地方，在哪里？我在你的另一边呢，怎么办？哇，你们两个，哇，最遥远的距离，哇，这中间是银河，你们要相聚吗？是银河，是银河，相聚吗？相聚可以帮你们银河面相聚一下啦。好啊，哎、欸，不然相聚一下，不然比那个吧，一比一吧，一比一，一比一。过，看谁的运气。哦耶！ Oh, yeah. 哇，好扯！哇，好扯！爱神啦！
而且我是蠢的。啊，你是蠢的。啊，我不能蠢蜘蛛师、蠢猎人、蠢忍者。我说我是蠢的，哎，欸，我不是，欸。那你不是？是 我变不了，我变不了迪叔，哎，欸，为什么？我刚也变不了小雨，欸。啊？哦。你要先瞄准啊，是因为他们是蠢的吗？哎，欸，不对啊，不是小雨是真的，欸，是耶，我也变不了小雨，我变不了迪叔，哎，欸。刚刚有人变成功过吗？没，我没有。上一场那些的吗？没有。上一场我百变怪也没变啊，也没变过，欸，因为我那时候按也没有成功，可能可能那个百变也怪怪的。八个狼，嗯。不，还是只能变包包，你还得脱妆，不要再变脱妆，还是只能变包包，先才能变形哦，脱妆先脱才能变哦。可是那时候还没有穿装，欸，然后想说在迪叔面前变迪叔，看迪叔会怎么样，哦，结果他还是没反应。那应该可能那个还有点小问题，对，可能怪怪。Q Q 另外一个人而已，可以什么？怎么变？这只能变一次。一次你有变过吗？你有变成功过吗？我变繁星啊。哦，有吗？哦，有两个。他自己可以看啊，他自己可以变看。哦，嗯，所以可能刚刚操作有点失误，你可能再看看，再试试看。再试一下，再试一下。然后那蠢忍者啊，忍者自己好好看，你那个，你想想啊，对，召唤大家一起来，你要再叫所有人去了，很危险。你已经知道是蠢了，就别用了。啊，要知道是蠢，你也得忍到忍法五道一次啊，就反正。全体效果都会变自身效果，那之后就不要再用，嗯，不然你会让大家到狼人旁边，很可怕哦。嗯，很赞呢，欸，很嗨哦。再来，原创 TNT tag 啊！哎，欸，来，欸，我刚刚是歧视，我完全不敢用技能啊。那你没办法知道自己是不是蠢的啊？我要去别动了，这边太多人了。这栋很这栋刚刚死很多人，我发现你怎么在那么猛，没有很猛啦，看得到你的地方都有我。哎呀，哇哦，没有，好甜哦，这也代表我是好人，我才会想要躲起来啊。刚好也是，跳不上了吧？那边有，这出不去耶，欸，好烂，我要走了。可能这有屏障哦。有啊，那个屋顶很有啊，有啊，有啊，很烂呢，欸。要去那个屋顶，好，我要走，我要走。我死掉就是团团。哎，啊，我死掉就 BB， BB，啊，我死掉，我不知道这边刚有谁，发发跟杰克，这边还有迪叔啊，哎呀，迪叔不见了，没有下去了，逃生了，他掉下去了，怪怪的，哦，为什么忽然间要掉？原来下去逃生的意思是，哎呀，这段你有可能是蠢的，那小心哦，那我狼要来了，狼要。哦，我是真的。诺伊，你为什么一直追我？诺伊，你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等一下可以让我来看看这个吗？我不晓得他没有穿装，他只是在追我。哇！你确定要？你看一下哦，你看一下我手上这个很危险哦。你看一下哦，你看一下哦。诺伊，你是什么？你说。哎，蠢的，他砍不死人呢，欸。那蠢的砍得死人吧？白痴啊，我啦，蠢的也可以砍啊，狼蠢狼也可以砍。哦，那诺伊你是什么？诺伊破功了啦！哦，这人跳下去了，刚刚是不是很紧张跳下去？对，一个跳下去。我是不是蠢预言家？怎么了？你等下查自己，你等下查自己。那你查我？因为我没办法查人啊，因为他们讲话怪吗？哦，没。没事，你就随便查，你随便查。那你收回。你有无敌啊，你有无敌技能啊。有啊，我没有被砍到过啊。啊，因为我们不是啊，无敌是那个啦。诺伊，你的麦没有声音。你看你会，你打开之后，你看你的状态有没有无敌还是什么的，抗性多少 ？Q Q， 真的没声音。那怎么网络爆了吗？啊，爆了。对。哦。你看他 PC 进出，可是还是没声音，不晓得为什么。他打还是他的麦没有收。不可能吧？嗯，那你查自己就知道了。哎，我有好不好？有了，懂吗？有，那是忍者。啊，那是忍者。忍者，更新一下。对，好不容易查到诺伊了。又跑到圈圈。
不是，因为我想问你忍者的技能要怎么用？不是，忍者先讲一下，先不要讲。嘎迪狼，真的嘎迪狼。如果你是蠢的，会出事，会出事。那原本的下路。原本的就是一个是随机能力，后面有鬼，另一个是你跟最远的人交换。哎，那你在这边很强哎。对啊，我就在这里。或者是你可以倒数3、2、1秒，你用最近秒的时候传。真的有楼，你的楼上有人。因为你等一下用那个五道、哦，我帮你看，我们的安全就交给你负责。好，没问题。3、2、1。哎，你是蠢的，你是蠢的，你不要那一不用了，那一不用了。你是蠢，你的蠢吗？一个蠢的出来，一个蠢的出来了。哎，我一个人守护三个人的安全，没事。那、欸、你们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你要干嘛？你现在要来加入我们已经不行了。哎，我刚刚加入过吧，可以吧？我可以加入吗？你中途离开了，搞不好你出去感染了、欸，哎，不好了。那你可能感染了、欸，你又被咬到啊？这是什么？我走了。同事圈很危险哦。你怎么？守卫，你撞吗？你撞？才是守卫。撞，你们互撞。哦，你才是守卫。不可能！我刚跟杰克在一起，杰克说上面有个狼，啊，你就出来了，那你所以那一定是你哦，那就是他了，那一定是你了，那就是杰克了。所以你看到上面有一个狼，然后你就走了，不是那个，那就是杰克了。又是我，怎么又是我？你怪怪的哦，你不要再上来了，你不要再上来了。杰克，我就说是捡的。如果孟娜是狼的话，杰克也是狼哦。那个预言家你可以查，因为预言家你是聪明的。不是，现在有乱码。土司庙是好人，可他死。等，屋顶。不是，可是你看那边啊，看那边啊。你不可以啊。孟娜跟杰克，我说你们了，没事的。你好伟大哦！换我了，我说小心哦，你想清楚哦，我指好你了。但是先发还是后手呢？好可怕，好可怕！他好像去煮屋了，他好像去煮屋。附有一只，梦影从一楼走，我防止他跳下来。他会怎么说？我把梦娜卡在这边了。那边，后面，结束。啊，碎啦！不要追，穷寇莫追。好，跳下去了，他下去了。下面。跳过白天。要票成功、啊！为什么没票到啊？刚刚我刚刚你上来帮你关门呢、欸。两狼出局了，要找怨灵了。那个你的书是正常的吗？你的书是正常的了吗？哦、是正常，但是狂宅啊，像喜象。查到巧克力是好的。要查我啊？对，你是看不到啊。那我跟你说一下，来了，你可以查米菲。完了，第三狼是不是？谁？哦，是谁？繁星是第三狼，所以是米菲是怨灵。不是，繁星不是。我不是啊。嘎吉狼，到底是谁？是米菲。迷宫，小心，诺英快跑！没在跑了，你有没有勇气？哦不！你什么职业？我诈欺。他真的可以穿吗？啊，他真的可以，那就代表怨灵死个啊。怨灵怎么死的啊？方法，你可以保他吗？保谁？繁星炸鸡、啊。可以。你看米菲跳很快。我是骑士，那就可以跳米菲米菲在迷宫里吧？哎、欸，不见了。好笑，真的很好笑。没有，好像没有。哇，这里他应该进主屋了，他进主屋了。我是。永远不敢用截刀的骑士，你是截刀一下啦，截刀一下放心啊，撞一下，我就没有撞了就是三个人了，啊我就三个人了，对不对？我又不是米菲，来呀 ，battle 啊，拿下一点，你出来呀，再验个，这个吗？
你念米菲啊？我又验到诺音了。啊，你还是随机吗？还是百变狼哦，米菲百变狼啊，我有被验过啊，所以我肯定好啊。啊，他刚，哎，他刚怎么在这里？他进主屋了，他进主屋了。没事，我在爸爸旁边了。啊，没有，说我们等一下的路线。好的。我们可能得跳下来了。battle 啊。中间。哎，巧克力来 battle 一下啦，在三楼。撞一下，撞一下，试试看。battle 一下啦。你来啊！你来啊！好，来来来来，在哪？来来来。一楼啊，一楼啊，来啊，来一楼啊。一楼啊，一楼啊，来啊，你们表演。来啊！哎，不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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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个？哪一个？你下来一楼啊！不是不是，哎，过来，有头颅，有头颅，有头颅。看哪里？我看不到啊。现在啊，现在啊，现在白天啦，来啊，来啊！大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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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像隐形嘛，像隐形。好，来来来，你的那个来，来啊，来啊，来啊！哇！哎，Bobo，你怎么死的？我是蠢的，蠢的，所以被弄死。哦，难怪，直接被倒死。哦。小雨太伟大了，小雨。杰克跟梦娜两个人在那边联手吗？不是，不是，不是，等一下，我真的不知道他是狼。我也不知道杰克是狼啊，杰克就跟我讲说上面有个狼，我想说赶快跑啊。一个狼，或者是诈欺师之类的，因为我看不到，我看的清单是所有人啊。因为那个蠢狼，蠢狼是所有人，看不出来的啊。对。哦，你的清单归全部人啊，全部人，两个人的分，对，我不知道梦娜是狼，不是，因为我跟杰克看到，然后杰克就说上面有资料啊，你就跑出来啊，不是，你还有谁？我在下面，我不在上。等一下，三只狼互咬。你们三个在互咬哎，我自己看的什么？那个主要是这守卫啊，是米，是守卫。哦，看错了，看错了。那怎么说？没有，那个录音叫我票你的，没有。他们一直在互票，然后票完我才来杀的。哎，我觉得米菲，你刚刚在楼顶可以杀爆所有人哎，可是你躲起来。不是因为刚刚他们。我觉得那情况下没有办法，没有喂，他们又不能干嘛？我们不能干嘛？哎，一个诈欺，两个也不能干嘛？对啊，吓死，太真的啊！一个预言，一个诈欺，很好，只有发光自己，没有在，只有在聚集，再聚集一次就很嗨，不要拜托，别再用，再嗨一次，不用了，四个蠢，四个蠢。烂透了！哇，场都是蠢人，你真的被感染了。来喽，好，看看大家各自曾经胜利并且活到最后，繁星！哇，你要一胜哎，我是零哎，我不会有人是零分吧？好像有，可以看一下。哎，好扯啦，好扯哦。你不孤单，比罗陪你。我不要。还有一个得意的 Bobo。得意的 Bobo。他是在嫌弃 Bobo 吗？哎，巧克力，重点是，我们两个有四场被绑在一起耶。我不要，我也不要，我也不要。疯狂绑。对啊。再怎样，后面还有个 Bobo 跟米菲，没事。今天一直当蠢狼，我不要，不要再当狼了。你就爱当啊！不是那个地图，我真的完全不熟。我们也不熟啊，我们也不熟啊。我们都第一次玩，除了第一张，我们都不太熟。对，他都有全面更新。嗯，为什么你们在上面，我怎么上去？我上不去啊！其他人怎么跳的？你就看其他人，先不要躲啊。反正重点你是狼，白天你就贴贴，你就跑啊，你就到。白天就贴贴，白天你直接贴贴，晚上直接到啦。真的吗？又一贴贴。哇！压低啊！你可以贴贴啊！你可以找包包跟你贴贴。我不要。休息啦，辛苦了。休息啦。这边啊，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啊，是哦，有四五场
都被巧克力绑在一起哦，不然可以更高分的。巧克力也是啊，巧克力有一场是怨灵独赢哦。啊，就这样。嗯，明天再来宝可梦。等一下没有要抢火，因为那个他们没有找。嘿，他们应该等一下是露营还是什么吧，所以没有找，所以我不知道。好啦，我去看一下哦、喔。哎、欸，对，没有说。那你们想去看谁的台？录音好像快要12点。好，看一下。好，今天麻子还是？哇，我今天有30几个人开台，我的。录音还会开吗？他好延迟哦，很可怜。哇，脸书搞他是不是？那我还是带你们去看麻子台。那这个是麻子的台，哎，那明天白天见啦、啊，各位晚安，大家晚安喽，拜拜。早点休息，我应该会很早休息啦。这样，晚安，拜拜，拜拜。